雅杰，我临时需要去高雄甲客户参详订单的代志，可能要明仔才会回去。今仔日就免等我。根本就无啥物需要我亲身签收的包裹，可能是栽培不中去。时间到，麻烦来等。我这边的在手啊。人讲爱定到金丝丝，暂时袂试过。刷落来，就交给你啊。其他没有问题吼。你放心啦，那有别的监视器哦，我能处理掉啊。你只要会记，总裁交代给你的任务，绝对袂让你出错。知啦。想开了，我现在。蝴蝶，蝴蝶，你安怎了？蝴蝶，爸。现在。喂，紧派救护车过来，阮家人受伤啊！皇阁酒店七号房，哎，无可能啦，蝴蝶只是受伤昏去尔。蝴蝶啊，你去静静好不好？啊，无我替你做急救啊！哈，阿伯，你后背顶到，你安尼跌倒会害蝴蝶骨折。要不过蝴蝶这么受伤啊，我要替你做急救啦！你别管啦，想来了。你顺麦这里激动啦！你麦耽误我救蝴蝶，放手啦！阿伯啊，蝴蝶已经死啊！不可能！你麦骗我！想啦，蝴蝶啊，你把目睭闭好开好无？目睭闭好开啊！阿伯，你小心慢些哦，我先把天做急救啊！你别个起啊啦，阿内破尸体呢！什么尸体啊？你才尸体啊！什么？吴天，你看脸怎样啊？陈同学，你是去小心，你他妈的看脸怎样？吴天已经死啊！你都别搁这玩意好不好？伊有咧喘气啊！伊拄只有咧喘气，我有看到。你拢是要害死吴天？你别阻止我，我去救伊啊！什么鬼？陈同学，
你抓蝴蝶来这是要创啥啊？你对我脸做啥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你讲啊！讲啥？我唔知道，我啥物拢唔知啦，唔知你。新台，到底想怎？你甲蝴蝶哪会伫遮？你猜个死啊？我唔知呀，我真正啥物拢唔知呀。开的机票，这两百万你是要开给谁的？什么？两百万的机票？我开的？我唔知啊！别再跟我讲你唔知影啦！你讲唔知影，我就杀你去，家业都无介绍清楚。你肯定真个啦！你的代志无清楚事情，你别再想办法啊！都你无清楚啊！一定是吴兴台对蝴蝶动手的啦！你拢莫想要暗害伊哦，万不然蝴蝶若出什么意外，我绝对袂放你出来啦！我无对任何人动手，更加无可能拍蝴蝶。兴台，你好好回想一下，你手的花，还佮有捌着花酒干呐，还佮有两百万的机票，这到底是安怎啊？你都在讲蝴蝶安怎？爸，蝴蝶死啊，人在遮。新台，这苍蝇破的相片是。蝴蝶妈妈跟信台爸爸爱你。我真正什么都不知，我真正什么都不知了。原来是安尼哦，蝴蝶巴肚内底的囡仔是你的。伊是要找你处理这个代志，结果你干那愿意给伊两百万来解决，伊唔肯，你就跟伊起冲突，然后对下台就着。无这款代志啊！我真正啥物拢唔知影。我干来见哦，我伫下楼去告诫，我气完了哦，人都伫遮，别个别告诉我啦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蝴蝶给你拍昏去，然后才来遮。哪里都能想把蝴蝶拍下呢？一定是你！一定是蝴蝶出门的时候，你就攻击伊啊！你想要别个把囡仔摕了，伊唔肯，所以你才对下动手的。我唔知啊。董俊，你爸袂想，信太袂安尼做诶。啥都袂安尼做。特别母亲来看到我甲蝴蝶做伙，结果拢无好话。我即马总算是知影啦。伊就是咧弯刀，伊就是弯刀。蝴蝶甲汪永芳写作一模一样诶，伊就咧笑笑蝴蝶，是要诱拐蝴蝶来甲伊做诶。啊，不过即马知影蝴蝶有心啊，伊毋知影这个囡仔是我诶，还是伊诶，所以才会找蝴蝶来谈判，甚至对下搭招。阿伯，你敢知影你咧讲啥？你即马讲诶话拢讲袂通啦，因为你受过伤心，才会学袂讲话。我不爱听你讲。我要听蝴蝶亲嘴跟我讲。
吴蝶，你去仔细过来好，你去跟我讲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啊？你有听到无啊，吴蝶啊，吴蝶！将军，你南坡的牛啊，叫有车，一定留下等啊！医护人员啊，啊马上过来啊！杨队长啊，俺是无信的，跟吴蝶拍个重手，吴蝶是有心的人嘞，我们够无信的，撞上来！你这人无人性，无天良啊！你应该抓起来啦！王林啊，快给我调查，先到病院做检查，然后啊，再替您做笔录。杨队长，笔录做煞，信贷无嫌疑对不？吴信贷真侪所在交代无清楚，伊坚持讲伊无饮酒，也毋过伊体内酒精浓度啊严重超标。而且伊讲伊无签支票，结果这支票啊确实是伊的。伊嘛讲伊无甲蝴蝶约好要伫个饭店见面，嘛无任何的证据会当证明伊讲是事实。而且伊佫讲啊，伊有去用攻击，连目击证人拢无，嘛无任何的证据啊会当证明伊去用攻击的事实。爸，吴先生，林龙俊，林东啊，别来了。根据现场的研判，吴信泰甲蝴蝶可能有婚外情，而且蝴蝶有心啊，真有可能就是吴信泰的骨肉。然后两个人啊相约谈判，结果谈判破局，加上吴信泰酒醉失去理智，才会失手啊，把人拍死。什么叫拍死哈？你也袂讲话哦。蝴蝶是咧白做乞求哦，你甲拄只话都收倒倒去哈！龙俊啊，你赶紧讲的啊！我甲你讲，蝴蝶已经死啊，即马检查赶到法医啊，咧上验尸体，查明伊的死因啊！但死去了，这个药会够好？所以我甲你讲，害死蝴蝶的人，不是信泰，不是别人，是你家己，因为你唔捌尽到查某人应该尽的责任。你无好好保护伊母仔，才害伊母仔呕死。对不起，你给我对不起，卖让送伊我这来。凶手是恁人，就是吴新泰。吴新泰，你涉嫌重大，我来报车检察官啊，把你申请职啊。我什么都没做，我真正什么都不知影。爸，别烦恼，我拢相信你是清白的。爸，我相信你是清白，你无可能会害人，嘛无可能做出对不起妈的代志。到底是谁陷害你的，我会调查清楚。信泰，我相信你。不管伊安怎施救，就算讲最近确实，我咪永远相信你。丽玲，你讲伊替我安排医生检查我体内酒精，到底是用啉入去，还是去用注射？阿哥，我体内是不是有其他药物的反应？而且。我过甲蝴蝶不都来囡仔做亲子鉴定，我一定要证明迄囡仔绝对不是我的。爸，放心，我会安排，这当证明你是清白的，我拢会赶紧去做。阿姐，爸今麦人伫咧国外，你先莫甲伊讲，莫会烦恼。万不利，若真要知影，你一定要甲伊讲，我是清白的，啊，我真紧就回去。你放心。